大家下午好，我是怪徐禅。今天是2022年5月20日，咱们做下复盘。那么呢，今天的市场给出放量、光头羊普涨，那么新的主流板块是否已经明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市场的压力支撑在什么节点。首先的话呢，今天是周五，咱们先看一下周 K 的表达。那么周 K 的表达的话呢，那么本周对应的连续两周的话呢，它是属于给出连续两周的阳线。这两周阳线的话呢，本周它已经收在了5周均线的上方，那么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相比较来讲，它是已经发生了改变。什么改变呢？前面咱们用一阴不破的一个视角，一根阴线之后，后面的话呢，一二三四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小阴阳交替，它实际上还是属于重心下移，或者说呢还是属于下跌盘整的一个走法。那么后面呢继续出现这样的一个长阴长下影，后面的话呢也是阴阳交替。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的话呢，那么在和前面的两次三次相比较来讲，当前来讲明显的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的话呢，呈现的是一个重心上移。那么从周开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可以把本周的低点和上周阳线的半分位，以及呢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阴阳交替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当成新的防守的一个节点。什么意思呢？后面的震荡当中，只要说呢重心不下移，那么呢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当成一个由弱转强的一个信号。那是从周开的一个视角。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日开。从日开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像今天在上午盘的时间呢，咱们解盘的时候讲到这个位置的一个跳空缺口，它是一个突破性质的。因为前面一次两次三次三次的话呢，接触3100点，但是呢都没有收上去。那么呢像今天的跳空高开直接呢跳在了3100点的上方，当时给出的一个节点是什么？超短的一个维度，只要3100点的位置呢回踩不破，那么对应的话呢，超短的视角来讲，可以把它理解为传统意义下的这样的一个小平台的突破。那么呢回踩不破3100点的位置，对应呢可以视为超短延续强势的一个表达。那么如果用5分钟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的话呢，那么当天走的是一个5分钟中枢震荡之后的向上离开段。那么在上午盘也讲到了，那从5分钟的一个角度来讲，把下方的5分钟中枢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节点。这个位置的话呢，如果说后面继续往上，那么呢回落，那么考察下方5分钟中枢上沿。如果说呢不进入300，进入的话呢，只要说呢重心没有下移，没有把昨天的阳线实体给覆盖掉，那么它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中枢震荡的一个范畴来进行理解和跟踪。好，这是从日开的一个表达。当前的日开的话呢，它是属于日线的一比上，一比上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前面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一根阳线连续两根阳线，那么把这两根阳线呢当成新的多方进攻的一个态势，然后以此为首。好，那么我们再看分钟。从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例如从5分钟的一个视角，当前走的是一个5分钟的盘整上。那么这个5分钟上的离开段和前面是否触发背驰，那背驰有没有被打破呢？首先当前这个位置的5分钟线段上是比较强的。第二的话呢，这个5分钟线段上的内部它是一个1分钟的大线段上的表达，连标准的1分钟中枢都没有组建，就是那这个位置呢1分钟还不能视为走完。如果说这个位置一分钟中枢，然后的话呢一分钟表达上面来讲有明显的背驰，然后呢再去比较和前面的背驰关系是否会打破。好，这是当前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上，前面是属于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那么中枢震荡的中轴也是呢来监测震荡强弱的这样的一个监测器，咱们前面的多次讲到这样的一个观察视角。好，那么我们再看一分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那么像从昨天的低点到当前，它是属于1分钟的大线段上，1分钟大线段上的话呢，那么后面的一个1分钟跟踪节点的话呢，把前面这个位置的前高和前低作为一个观察节点。什么意思呢？这个位置因为当前呢，如果说回落只要不破前面的这样的低点，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1分钟中枢组件来进行看待的。而后的话呢，再往上再对比1分钟内部是否有背驰，以及呢前面这一段走完再和5分钟的进入段相比是否有背驰，然后呢有背驰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依然呢视为小周期的减仓点或者是卖点，而后的回落再考察的话呢，1分钟的走势类型下回落再去考察，5分钟的3类买点是否触发，以及呢5分钟的强势的震荡状态能否保持，这是后面跟踪的一个节点。好，这是对于上证指数从周开、日开、5分钟、1分钟的视角来进行推演。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创业板指，创业板指的话呢，咱们前面推演的时候呢是和三轮指数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区别在于它下方是有一个五分钟中枢，那么五分钟中枢的话呢，当时对应的一个节点呢是把这个位置呢没有破五分钟中枢的上影，是把它当成一个五分钟的三类买点来进行看待，只不过呢前面几日它是属于呢持续的无量，持续的这样一个缩量无量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两天的话呢是有所量能，有所什么呢，有所补上，有所补上过之后，后面的一个跟踪节点的话呢，同样的方法，同样的一个逻辑，超短的一个视角的话呢，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为强弱分析，以如果说呢从它的一个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把昨天的阳线实体作为它的一个防守位，后面的话呢，如果说像既然是从日线层面来讲，不管是创业板还是属于三轮指数处于日线一比上，那么一旦出现日线的顶分破五均，这就是一个防范的信号，危险的信号，没有出现这样的顶分破五均之前，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可以上去跟。好，这是创业板指数。那么创业板指数的当前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周线开线角度来讲，它也是属于重心有所上移，那么同样的把前面的三根开线的重合区间呢当成一个支撑区域，这样去跟。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板块，板块的话呢，那么当前有一点是非常清晰非常明确的，什么呢？这一轮从2863这一轮的上涨和前面的上涨它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前面从3月16号3023点位以来，这一波的反弹的话呢，它是核心是以什么呢？是以房地产和建筑板块基建为什么呢？为核心的一个环节。例如说呢，从3月16，好，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4月6号、4月7号，这个节点的话呢，是像地产板块呢带量上攻，包括呢像建筑板块，它也是属于就是像以地产、像建筑这些方向呢是助推，然后呢它是属于市场当中非常核心的主攻板块。那么新的一轮反弹的话呢，那么从4月27号以来，新的那么和上一次反弹的话呢，它的一个方向实际上是已经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它是以汽车类、以能源、以汽车类为展开的。例如以汽车类板块指数我们来看的话呢，像这一轮的从4月27号这一轮以来，汽车类板块指数的话呢，它是属于量价齐升，而且的话呢，咱们前面也是对这个板块呢给出过这样的一个跟踪，就是呢它在上一轮的表达当中，就是上一轮从3月16，那么对于整个汽车类、整个能源车、整个新能源方向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表达的比较弱势的一种状态。但是的话呢，在新的一轮指数，包括新的一轮从4月27、4月底、5月初，那么当前市场的一个资金进攻的方向，或者是赚钱效应比较集中的方向呢，是首先以汽车类，这个汽车类的话呢，对应了它也是背后有一定的消息密集。消息密集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不管是汽车类当中的像无人驾驶也好，像汽车整车也好，像汽车配件也好，包括呢对应的延伸到整个新能源车方向，整个新能源方向的话呢，那么近期它实际上总体来讲还是要强于其他的一些板块。那么进入下周过之后，上因为对于我们的盘面来讲，上方3150到什么呢？到上方的3290，上方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是依然是承压的。那么下周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下周的重点像对于整个新能源方向，它的主要指数一是看量，二是看五均。如果说五均不破，量能不缩，还能够保持这样的赚钱效应，依然是当前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但是呢一旦出现顶分破五均，那么及时的要收手，及时的呢要警惕，因为对应的话呢它的一个定性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一是前面的超跌，再加上呢当前近期的一种有利的信息的一个驱动，所以说呢这两轮上涨的它的一个主要发力的点，资金主要的方向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的话呢再来看像昨天呢昨天低开之后的话呢，是地产建筑呢是稳指数，然后呢赚钱效应是以汽车类新能源方向的话呢来进行体现的。那么今天市场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是属于呈现了一个补涨的一个态势。这个补涨的态势的话呢，那么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例如说像周期，例如像有色，好，例如说呢像有除了前面的汽车类保持这样的一个活跃，像今天的话，对呢像有色，然后的话呢像煤炭，包括的话呢对应的像稀土、像稀缺资源，以及什么呢？以及
从涨停分布来看的话呢，例如像对应的像五 G， 包括呢像一些对应的就属于呢今天是属于全面属于铺涨的一个态势。真的铺涨态势的话呢，它们核心是有聚焦的，这个聚焦点的话呢是属于一个是以新能源车、光伏，包括呢以汽车类，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体系。其次的话呢，像一些局部的科技方向的话呢，也是近期有所活跃。同时的话呢，像今天有色周期方向的话呢，也是有个助攻。那么既然说多个板块呢都已经有所这样的一个轮动到，那么后面的话呢，核心中的核心还是要看市场的资金，整个市场的资金能不能保持温和放大。如果能保持温和放大的话，它就能够支撑多个板块上涨。如果说呢量能在这个位置横得住，就是横住了，没有继续放量，没有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和放量的状态，那么的话呢，它接下来的话呢会面临资金的一种选择和博弈。这个博弈的话呢，保持这样的一个量能的持续，然后五军不破，那么就是你后面，就是我们后面重点观察的对象机会的一个聚焦的地方。如果说呢量能一旦明显的缩量，然后顶分破五军，那么这就属于风险的一个先的信号。这样的话呢，知进知退，知攻知守。好，这是咱们今天复盘的一个内容。好，以上的话呢只作为技术层面的解读，包括呢一种交流，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击关注，欢迎记得留言点赞。好，再见。